账户那个小姐，我给她。什么东西？我不懂。嘿、hey, ，阿姨你好，阿姨你不要怕。哎、hey, ，请问，我不要，没有，我只是要你的名字而已。没有，要干嘛？他不会，没有，我知道，阿姨，我跟你讲，你相信我们。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。我举账户那个小姐，我给他。什么东西？我不懂。你这个账户。他带着这个账户钱进来之后，马上又转出去，有好几笔都这样。他说这个账户的名字是制造业啊。跟他讲不一样。对啊。只是因为他在军里嘛，所以他的银行可能不方便用。那因为他在台湾的家人又是在住宿学校、国际学校念书，还只有12岁而已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